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立豪请所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完我的电视节目。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在这波的行情里面做股票，他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做上下震荡，也更不了解什么叫做盲点测试。我这两天啊，各位，我开了很多的会议，我有一件事情，我感觉到真的很难过，也很痛心。其实各位，上个礼拜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AI 对不对？人工智慧的股票被打落水狗。那也就是说，9月21号、9月22号，大盘直接做拉回整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 AI 股票顺势拉回整理，吓死了很多人。很多人说 AI 的股票完蛋了，又说完蛋了，甚至于我看了很多座谈会的节目，我很少看这种节目，我就是因为想要了解市场上现在很多的坊间的老师以及这个学者到底怎么看 AI。我看了之后，我很想把电视砸了，真的，我就只有这个动作而已。然后我去跟我的投信朋友聊天，我说你们对 AI 到底怎么看？他说，你的股票吗？还是所有的 AI 的股票？他这句话让我突然听了震了一下，我的股票吗？还是所有 AI 的股票？他讲这句话是很有特别的意义哦。如果说是他说我点到的 AI 股票，他说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别的一些 AI 的股票，或许就不是这样了。我听到心里很爽。各位，在上个礼拜9月21号的节目，你有看吗？9月22号礼拜五重播，礼拜六、礼拜天再让你看。我上面有一档股票，我写一个问号，有没有？我说我就要让你看一看，这些股票到底会涨到哪里？你有看吗？你有拍照存证吗？各位看一下，我跟你说过，我在电视上啊，我在股市35年了，我不会去造假作弊，我也不会去欺骗吹牛。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当 AI 股票往下杀的时候，我传给我的会员哦，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礼拜四、礼拜五当大盘下杀的时候，在往下杀的时候，千万不要跟着一些散户投资人在乱杀股票，反而睁着眼睛要抢股票。各位，你知道我抢什么吗？四星 KY。你知道我买什么玩短线吗？还是一样玩技嘉跟双红。各位，很多的股票盘中就已经完成了，你知道吗？只有四星 KY 摆到今天。各位你看，9月21号的节目，各位，9月21号，我当初为什么9月20号要买双红赚了21块，结果9月21号再玩双红又赚16块，有没有？9月20号抢技嘉赚18块，9月21号抢技嘉再赚17块。好，各位，你有看到这个吗？你有看到这个吗？有没有？我跟你说过，股市啊，不是给这些老师在吹牛比赛的，股市也不是 那些学者住在象牙塔上面的。我跟你说过，股票市场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地方，它是一门投资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心理学。我说过，股票也不要多，你就一档股票来回做价差就好。各位，9月21号我买四星 KY。 各位，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很多人想讲故事嘛，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讲故事，我也不大会讲故事，但是我今天我就讲给你听，因为我受到很大的委屈，你听得懂意思吗？我受到很大的委屈啊！礼拜四，当四星 KY 打下来的时候，哥，你看，哥注意看，这一档股票啊，9月21号后面都没出现哦，
打下来的时候，我叫我的会员去买啊、哦，去买这张股票，买到哦，2300到2350，2350哦都有人成交了，甚至于之前还有人买到2500、2540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9月21号，我又在叫会员买2350附近，各位那天最低打到哪里？最低打到2325，也就是说全部都买到了，对不对？买到之后，收盘哦，收盘之后，我的手机啊一直响，那个 LINE 一直传讯息，老师，老师，吓死人了，老师怎么办啊？买到2350啊，买到2360啊，买到2325啊，各位，每个人都在怕，你知道他们在怕什么吗？怕这个大盘快死了。快这个大盘，因为很多的坊间的投顾老师，还有一些座谈会的老师啊，各位说这盘要杀到15800啊，要杀到哪里去啊？我跟他们讲，我好言相劝，我说不要怕，不要担心。各位，我看我拿一下那个上个礼拜几啊？你们在放假，我礼拜六还传了一个讯息、啊。来，各位看，你看这个九月几号？9月22号，礼拜五哈、哦，是不是9月22号、22号礼拜五可以移动的、哦？会员注意，我觉得有些会员不要有早知道的想法。如果今天早上我没有提醒大家不要乱杀，很多人可能就跟着其他散户一样直接杀出去了。更何况我已经告诉大家可以抢短，甚至于说下礼拜会反弹了。今天有没有反弹？今天有没有反弹啊？有啊。我礼拜五啊，一开盘啊，很多的投资人，很多的一些白痴老师啊，在那边杀股票啊，开盘就杀啊，因为美国大跌嘛，美国跌嘛，杀股票。只有陈立豪说不要乱杀股票，你如果杀下去你就死路一条，你会很痛啊。你看，我再讲给你听，你看九月几号，9月22号礼拜五、哦、我再念一遍给你听。会员注意，我觉得有些会员不要早知道的想法、哦、如果今天早上我没有提醒大家不要乱杀，很多人可能会跟着其他散户一样直接杀出，更何况我已经告诉大家可以抢短，甚至于说下礼拜会反弹的，而且我们昨天股票买的也都有赚钱，所以呀、啊，不要事后什么呀、啊，不要事后诸葛啊！各位，很多人在事后诸葛亮，有没有？行情每天都有，跟着做就对了，跟着我就对了啦。9月21号买四星，2350哦，还有很多买的高点哦，差别蛋。9月21号不是买了吗？你看各位，9月22号是不是有更低价2280？有没有开盘开多少？开盘开2320之后已经杀到2280。只要打电话给我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而已，买买买，不要啰嗦，就是买。我甚至于告诉很多的会员说，因为真的下个礼拜你就看陈立豪的，下个礼拜你就看四星 KY，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呢、啊。老师啊，老师啊，会怎么样吗？会怎么样吗？收盘之后一样，连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让我休息哦。老师，真的吗？真的吗？尤其礼拜六有没有？礼拜五的晚上，美国股市不是又拉回吗？又不是又跌100多点吗？礼拜六哦，都不让我休息哦。老师，四星 KY 会怎么样？四星 KY 怎么样？各位。人家礼拜五就尾盘就拉上去了呢，礼拜六还问我会不会怎么样。各位你看，你如果礼拜9月21号跟着买，9月22号你不但不杀股票，因为我刚刚给你看过了，我手机上不是跟你讲吗？开低就抢股票，不要怕吗？不要乱杀吗？各位，各位是不是杀到2280最低哦？有些会员还跟我讲，老师啊，这边有好多的缺口要回补耶，老师啊，这边有好多的缺口要回补哎。各位，我是谁？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我是谁？四星 KY， 各位，我很清楚哎，我非常了解筹码，我都每天在计算。
各位，如果你真的敢买，还有人真的买到2280，我恭喜他。各位，你看那一天收盘收2500，到了今天2630，各位收盘收2625，各位你看到没有？你赚了多少钱？各位，你赚了多少钱？你就算2350去买到今天，各位你也赚了将近快300块呢。9月21号呢，到今天而已呢。所以，亲爱的会员们，我亲爱的会员，我没有带出的股票，你不要怕，因为我知道会涨到哪里，听得懂吗？所以各位，9月21号，我说四星，我为了要告诉你们四星 KY 会涨到哪里，我特别重播啊，9月21号礼拜四的节目，9月22号重播，礼拜六、礼拜天再让你看一次。对，9月21你敢买吗？12:11:18，当他打下来的时候，你敢进吗？9月21，勇气、霸气、行动力。我告诉全国的观众，你们现在看电视节目、看股市的，什么都好啦，你分析的再准、再好、再精确都一样啦，很棒，就搞诶，就搞诶。对，你有那个行动力吗？你那个行动力你够吗？我看到很多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讲，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投顾老师吗？还有座谈会的节目吗？我很不喜欢看这些节目，连我自己的节目我都不见得想看。我看到很多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涨的时候说涨，跌的时候说跌，听得懂？那种废物你也在那看，你也在听，难怪你会死得这么惨，听得懂吗？各位，9月21你敢买吗？再看看9月22你敢进吗？还有更低价。我刚刚手机是可以滑动的，我不是造假作弊的。各位，9月22号，我讲什么？不要乱杀啦，不要乱杀，知道吗？而且可以买股票啊，我就说下个礼拜啊，下礼拜会反弹啦，甚至于说下个礼拜就要反弹啦，要反弹的啦。各位，不但当天打下来抢到之后反弹，今天续涨，我对不对？我对了。可是很多的投顾老师在事后诸葛，有没有？事后诸葛亮啊，很厉害 哦，很棒 哦，吹牛比赛最会。各位看，到今天9月25号，各位，不管你是买在2280啦，不管你买在2300啦，买到2350啦，就算你买到2550啦，全部赚钱了。所以各位，9月25号收2625。极大值赚310块，各位，9月21到现在，各位极大值就好，真实富贵千真万确，10张就好，310万，各位，之前是不是24200？之前是不是24200？假设加上极大值，好，各位，加这个300亿好不好？给多少？24510。股票要多吗？更何况9月20号跟9月21号，我还在玩短线双红，技嘉，双红，技嘉，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我跟你讲哦，我有一件事情哦，超级不爽，很不爽。你说刚进来的会员不了解陈立豪做股票也就算了，有些会员跟了这么久，我用手机带进带出，很用心的，真的非常的用心，他们没办法理解哦，每天都急着想要做股票哦，看到行情在动，哇，老师啊，怎么不进啊？怎么这样干嘛干嘛？各位，我不进一定有我的道理在，我不进一定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听得懂吗？不然我如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我就随便买随便出就好，随便你去死就好了。我不是啊，我要考虑到很多的会员，我要考虑到很多人的资金状况。我在今天利用电视上的节目，我要告诉我亲爱的会员，
只要陈立豪在手机上跟你们讲说，因为每一个会员的资金状况都不同，我要带出的时候我会讲说，会员注意，现在只要有赚钱的，因为很多会员的他的资金状况不同，我会建议说你们自己可以获利出场。好，那个只是因为看每个人的资金状况啊，啊，有的人赚了，哎，对不对？赚了100块他要出啊，有的人赚了几十块他要出啊，有的人要赚到极大值他才要出啊。好，那就看你这个状况。但是只要我带出的，我会有一句话，请所有清代的会员听清楚，听清楚哦。我会讲，会员注意，现在什么什么股票已经到了多少的价位，请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以及再上去给别人赚，那就是我全部带出了，听得懂意思吗？我在教你哦，机会教育啊，我是一个真的很负责任的老师，做股票要用头脑，带会员也要用脑袋，不是那种像白痴白痴的那种，没有意义啊。各位，你知道这个股票，你看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各位看哦，今天加权股价指数收16452，对不对？好，各位，你看最高多少？16498，16498，对不对？你相不相信还没开盘，我就告诉我的会员，今天加权股价指数会挑战一个缺口，那个缺口被我讲到100%。你不相信的呢？请看，各位注意看，今天开始哦。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就好了，重点在这边了。各位，重点在于有没有，我今天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在于，各位，这是今天的两个字，你看今天两个字吗？好不好？好，注意哦，今天我们要观察的是，重点在于上星期留下来的16475到16522的跳空缺口是否可以快速来回补，来回补之后而且形成一个背离现象。各位看到吗？16475到16522，各位今天最高多少？16498。股市第一名的老师呢？开玩笑，我是谁？我已经跟你们说过，股市不是在跟你吹牛比赛的。你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有像陈立豪一样这样？我不会跟你讲技术面，我也不会跟你讲基本面，不会讲一些产业面那种废话，没有意义。因为那种东西股市观测站都可以看得到，甚至于你在手机上面随便打个资料都出来了。你看，你要基本面干什么？上个礼拜杀下来，你基本面有用吗？你敢买吗？你敢进吗？你的行动力够吗？讲那些废话。很多人做股票喜欢讲命运，什么叫命？什么叫运？你生出来是好命就是好命，生出来烂就是烂啊。但是各位，那没办法改，那是天命，但是你的运是可以改的。我跟你说过，有的太太要参加，有的老公不参加，有的老公要参加，有的太太不参加，有的爸爸要参加，有的小孩不让他参加。为什么？因为没有赚过大钱嘛，就这么简单呢、啊。你今天跟他赚到钱，他会想要不参加吗？他求着你的老师，拜托让我参加好不好？不是一样吗？所以各位，人性，人性的弱点，听得懂吗？上个礼拜，各位，等一下你看这个，上个礼拜礼拜五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美国股市，等一下你看它会跳出来，美国股市有没有？等一下会跌嘛？你注意看，美国股市是跌嘛？你看。上个礼拜哦，等一下你看到哦，你看一下，他在跑，对不对？他在跑，对，等一下你快看到了，我就让你看，对不对？好、哦，等一下应该跑出美国嘛，好、哦，那个道琼纳斯达克，看纳斯达克是不是跌？那个道琼是不是跌100多点？等一下你看啊、哦，上个礼拜有没有106点？好，各位，那我今天早上告诉我会员是什么？我上个礼拜就讲了，今天大盘一定反弹。哦，老师啊，美国股市跟台股你都看得很准了。我是谁？陈立豪。哎，各位，未来 AI 人工智慧，我可以告诉各位，人气在哪里 ？AI 在哪里？人气在哪里？钱财就在哪里。你要怎么做？做 AI， 各位，上下剧烈震荡很大，当幅度很大的时候，钱财就在那里。我已经跟你讲过 N 遍了。听得懂吗？千万这时候买股票，不要买那个茅坑不拉屎又不涨的，然后买到那边又听得懂吗？没有意义。我喜欢玩的就是这种，有很多消息面出来的，
有很多那种有没有上下震荡幅度很大的股票，我最喜欢。为什么？赚的钱更多嘛。所以各位真的好不好？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跟着立豪安心发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做股票真的靠脑袋，好吗？我希望你跟到一个真正聪明又灵活的老师，不见得是我了，好不好？可以吗？可以不见得是我吗？好，那各位，你愿意跟我的 OK 啊？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发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你扫一下 LINE@ 也好，随便，好不好？只要想赚钱，来找陈立豪。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特工队叫叫声抛滑，救救我的女儿！叫，大声呼救！叫，打电话求救！伸，无限延伸救援力！抛，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滑，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叫叫声抛滑，救溺无误，救力无波！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其实在台湾做股票其实真的不会太难，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用心，稍微一点去想象。各位，真的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它会利用你的人性的弱点，常常公布很多的利多，让你觉得很像，哎，真的很像是利多，要进场就冲进去买了，买了之后就套牢了。那很多的时候，因为报章媒体杂志的一些编辑或者一些写报纸的人，他不见得懂得股市，他是人家给他资料他就在写，听得懂吗？他去了解一下，了解的三分写七分，了解三分写十分都有可能，那叫吹牛比赛。但是真正去了解报章媒体杂志到底在写什么的，各位，我真的很清楚，我也会去观察筹码的变化。所以上个礼拜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去买四星 KY 摆着就好。各位，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真的你那个各位了解一个筹码的话，你会发现，各位记不记得，你看后面如果都没有起来，你敢买吗？很多人说会打到这边的缺口，缺口会回来打。各位，不对，你如果真的懂得筹码，他回来整理整理整理，量缩就上去了。各位，重点是什么？重点他往下打的时候，各位量都出来了吧？下杀取量，有没有？很多人可能会怕到，哦，下杀带量完蛋了。我是谁？所以各位听我的就好，我带你进，我一定负责带你出，不要紧张，好吗？各位，事后诸葛谁都会啊，每个人也会，小朋友都会啊，你叫他来念他也念给你听呢。但是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有没有缘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你，你看得到我。你如果愿意相信陈立豪，你就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得到你，好不好？哥，你看当初9月21号买四星到今天，哥你赚多少？赚310块10张就好，好吗？哥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所有业务都在等你，扫一下 LINE 也没关系，好吗？各位，事实胜于雄辩，从头到尾都给你验证，全市场也只有陈立豪做得到。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你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